大家好，非常感谢大家今日的参与。近日来，台湾的疫情愈加严峻，在美国的如沪丧失星系天下的一切友情，包含台湾的弟子，在这样的疫情严峻的情况之下，特别应援了这一次的线上开示，并且希望借此机会来勉励台湾的弟子。让我们用正确的知见来面对这场疫情，并且给予线上的禅修引导，同时也带我们，如何在带领我们了解如何在疫情下实修。接下来，我们要开始皈依发心，念皈依发心文。于我深深之怨敌，害我之魔障，及诸障碍解脱、障碍成佛者，以其为主，乃至等虚空一切慈母有情，愿皆具足安乐，远离痛苦，速得无上圆满正等珍贵菩提果。是故，愿我乃至成佛间，生于一切勤于善；愿我乃至尽行受，生于一切勤于善；愿我得自今日起。生于一切勤于善，诸佛正法众中尊，直至菩提果皈依，我以师等诸福德，为利众生愿成佛，愿等虚空一切慈母有情众生，皆具乐极乐音，愿其皆离苦集苦因，愿其不离无苦妙乐。愿其皆得助于远离爱憎之平等舍，依据所有众生愿、心事个别之所依，即行转动大小乘，共同宗趣之法轮。等你多嘛，这家开了就不。等于去找他们这些的那些人，那些人他们等于我是东马通，为什么就不说？那样个呀，那路马道不是别的，就东马通了。我打你东马通上的，你们没通过不都上不了的。那路道不是别的，东尼等你进啊，那什么？那这有嘛的？村子娃有嘛？怕这娃有嘛的？上哈过头的。你把那的电话他都没给接班，接不了的，那么，首先向线上的所有法友问候一声吉祥如意。今天看到大家，我感到非常的开心。那么，对于无法了知实相的大众而无法了知实相的人而言，大家会觉得今天我实际上看到彼此的脸庞，所以我会感到非常的有安全感，感到非常的开心。但实际上不是如此的。对于了解空性的实相的人而言，在他的心中，我们从未分离过。所以对他而言，没有所谓的身体上的距离。你这当我说，这人咋不认得呢？这里他就这么个情况，这里没人摸起，这里见了一见个东西呢，啊，没人摸起，这没人摸起，搞也做过有的了，这里没人摸起了，第一年，这里他这个第八人摸起，家里上出个生人摸起，连做过有的，连就这还搞有的。哦，没人不就投了卡里了，没人不就是来就这下雇佣的，来就这卡里的了，电话给就是下雇佣的，电话就是上这里去，就没有就是当地的去，这下雇佣的，这下雇佣的来就这些吧的，这些送上去，来就这些送上了，咱们一个都没当就生意，今天一个人说就把他们这个电话都没你的有的。都给叫些刚烈的，叫哈嘛我那这里，都给叫人就可以了。这里这些都给准备些送上来，
Dewa jo gangi ma rangi tsor, tsamche rang tapar zhoba go, dhugri ga jo dandin za tibi nyumo ba te rangso ka pang zhe tri, semna tishi payo, lali sabdi ma na soma na ji, dolna kang te cholam chese cha rangi sete nekab te rashi e cha, semna kari, oh, tatanga nyumo ba to te dhugri ga jo re cha, di paksha yachi yachi tili nga, ta kya sama chowa ra chola, mi song sama cham chowa yo re cha, Sāwūṅ kā kāpī tōsūṅ kē kōrī chī. Sāwūṅ tē tēnī, mē tō kā sāwūṅ tā wā tē, tā tā bōyā bōyā rā, sāwūṅ kāpī tēnī, sāng chok sēng kā sāwūṅ tē, sō kyo pchē kē kōrī. Tē wē rā tēnī, sāwūṅ sāng chok sēng tē, sāwūṅ tē, sō kyo pchē tā sō ngā, nā bā rī rā dō ngā yō rā ngā. Khuā rā dō ngā mē, dō ngā yō mā rī, pē rā tē tā wā, tēnī chā kē kōrī, tē wē, tā tā sāng chok sēng bā, yō ngā sō ngā sō ngā. Dewa sem roba dunga mingi chik po yote, roba roba sem chi tabche dunga mingi chik yore se. Kaang yote, dewa tabche yungo se, tiba yule kuta ta, tiba jiga tiba dee, dewa tabche yungo ni sanjiga tiba ee se. Sanjiga tiba kari yote, o sanjiga te sanjok sebro tiba, sa sanjiga tiba, nang sanjiga tiba, sanwa sanjiga tiba, sanwa sanjiga tiba te, tongdamga tiba, nang sanjiga tiba te, sanjok sebro tiba, Te ha ko tene tene, ta me lulu mo tisao ni kwa chu yo re. Na ma, zai wo men suo shen zhi chu de nan zhen bu zhou you zhe tai ruan shi hua de si zhong shen tai. Na ma, wo men de ru jin neng gou huo de xia man de ren shen shi ji wei shu shen de. He wei xia man de ren shen ne? Tou guo xia man de ren shen 我们能够依持佛法了解到因果业力的运作原理，并且知道菩提心的可贵之处，这些都是有极大利益的，尤其在首先的要点来讲，在知晓业力因果的时候所有的一切众生都是希望获得快乐，希望摒除痛苦。那么如果想要获得快乐，就需要知道如何去构建快乐的因。而快乐的因就是我们的慈爱心，就是菩提心。如果我们能够了解快乐的原因是从何而来，就能够知道怎么样去就知道怎么样去累积。然而身在南瞻部洲的众生，也有多数的人是不知晓这一点的。因为我们无始以来的习气的缘故，我们自然而然的会去自然而然会去培养堕入恶趣的苦因。而透过苦因，我们会遭受苦果，所以知道了业力因果是极为重要的。了解业力因果，我们就知道怎么样去消除痛苦，从痛苦的因去着手，从快乐的因去构建获得快乐的果。在《佛子行三十七颂》当中有一句提到，总之在在处处行和事。这一段句子的意思就是我们无时无刻都要保持正知正念，透过正知正念，我们能够晓得怎么样去远离痛苦，怎么样去构筑快乐的因。如此一来，我们就能够实际的避免堕入于三恶道当中，不受三恶道的苦。而快乐的果实需要由它的种子来构成。快乐的种子是什么呢？就是菩提心。在入行论当中提到，若要远离轮回痛苦，唯一的药就是菩提心。那么为了要使自己能够培植菩提心，
在内教，也就是佛教当中，有着诸多说明。这是，我们，这是我们在获得暇满的人生之后，所需要去了解的。你这个是当说，咱们人家他等于钱不的，他五生钱嘛的，同学是真的，他们哈过，但你妈的没咋个得到我的吸收我的血给我嘞，那咋等的？那村子他们过多用的钱出去，你等些人过过他这个钱子的，他们过过要什么呢？那这基本不干啥的人呢？你妈的，人家上脑当了，怕吃劲儿，就吃没吧？你，咋着吧唧的？你晚上没吧？吃个药来吃，吃第二了，晚上没吧？接个药来吃。这些苦劳的人，上街搞这种生活的，这上路上，我打打打打，他给这里，我说的谁喝药来着？同事的就喝药来着，同事的说的就是没吃喝药的，是这个还好药嘛？这个药嘛，就张开这个药嘛，就这个张开一些个嘛，小张开是这个这个药嘛，你看这个的，刚一看就白供的，两三张就写，这六三张就供的，你这就回去，你那个这种的供出嘛，这他就这个的，你生活老了，生活农业的白种过了嘛，就农业的没法当嘛，他说这吃的白的这个这种药嘛，这你说的。啥不接，马接地呢？说什么呢？这些可能就接没办法到个日子。那么在，补充刚刚上一段翻译的一段内容，知晓了业力因果之后，我们就能够知道怎么样去构筑快乐的因。所以在这个世上，虽然我们同样身为男生部洲，但就是有些人他不会受到痛苦的干扰，他在。不管在任何的当下，他都能够感受到快乐。那这就如同刚才所提到的《佛子行三十七颂》当中的“总之，在在处处行合适”，必须要具足政治正念的这一点上了。那么在此难占部洲当中，现在我们面临着许多的痛苦，每日的死亡人数也都是。非常庞大，我们都有所耳闻的。然而，这是对于不了解，实相的人而言是这样子看待的。那他在这样的时候，会想尽一切办法来，逃离这些病苦。但是对于了解实相的人而言，他晓得，其实生死是恒常都没有，断习过的，因为我们生跟死是每日都在世界各处进行，就是因为这一场疾病，大家面临着同样的痛苦，所以我们格外关注。但是，在没有疫情的时候，这样的死亡人数也是每日都有的，所有的众生。无时无刻都在面临着这样的痛苦，不管是死，因为过世而离别的痛苦，或是遭受疾病、疫病的痛苦等等。那我们在我们的习气当中，时常会去关注好的，会去避免谈论到这些负面的情况。但我们真正的要去感受的是。内心的，我们真正要去摒除的是内心的痛苦，而不是外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些痛苦。对了，今天早上我说，这是来就这七八趟就说不来呀，有的。对了，今天咱们人的东西在大陆的用的，差不多你往这人家的用不着的，用不用那里？老大长期的东西在用了，可是都没啥里面的，蛮不有的，都没有把上面解决了。这搞一个送的是九个七八人，九个七八人呢，九个七八个是让给让给
dupdeyi tani lari sun dupdeyi sunla, dungi tsaari ma yungni yore. Dungi yungna dungi di diwaari jatari deyiku yore. Peri tiri ngusu na, tukhandana loni che deyiri. Yidani, tukhandana deyiri, ustungkhandi chibuzi reyisi. Dikwa taksazi reyisi, dupdeyi shisazi reyisi. Jidaw nyamnyongni shasi reyisi. Lopta dawazi reyisi, tesa wa hako sunla. Tatani, milamna tukhandana sunla, tukhandi dukuma reyisi. So kang nam nam ni chipo da se le sha yu yo le pe te ta ga le te ta se so ga de ge de sa ji ga de le sa ji si ba ga le chi ra ra ge da ji ge ma le ba de sang le ni sen kho le ra chi de ma le te le ye li sha de pa ro sa ba la ba le sa ji sha de pa ro sa ma sa ji ga le ra de da ji ni me ba ha ko yo le si o ha chi te ha mo bo te ha ka te ha ko ba ha ja nyu nyu le Kashi dadi ni mewa maashi na te dadi ni thongu kapsi tira ta sami nige tira zuba se kore si. O, ju te re si. Saji ka dewa te dewa ju tik pato yo ma re si. Ju ti te dapo jao aa si. Kari samba re si, samba tsemi re si. Dungi ka ju tik tango re si. Dungi ka ju chiba nga wo si nama de re si. Jisu nga mewa nga nge yo re si. Saji ka tsik isi ane. Dungi ma ju dadi nore, ju zoko saji jimi zemi chongzi ma bo sumba re. Di jubde ngungsang di chani sasadan zabir ne, chi mangshi da dungi nyonggu yore te kare re dine. Jubde mishi ba shata di jungke, o, jale nwa san liyabdi rangji ki nyonggu yore si. Meto dago samudan, meto dago shara gore, te lawa tine ta dungi ndige kami, le jubde la tsu yisi che ro jo, le jubde kolo samu tongshi ba, te lawa cha gore si. Te lasa la. Lazar Kogo, your race.源于上述的诸多道理，在世界上，目前大家承受着诸多的痛苦，这些皆是有目共睹的。那么，但是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也看到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不受这些疫情所干扰的人也是有的。那么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就在于他们的因，要透过他们的因跟果来进行解说。对于这些不受痛苦所干扰的人而言，他们源于过去造作了快乐的因，所以他们在这样的时刻仍然可以享受这些快乐的果。那这是源于什么缘故呢？因为大家对于如何构建快乐和痛苦是在认知上以及在执行上是有所不同的。好比我个人的经验而言，在监狱当中，即便监狱对大家的在大家的看法当中是一个极为痛苦、极为不愉的地方，但是如果能够晓得业力因果的道理，其实在监狱当中也可以是快乐的。为什么？因为在监狱的里面，我们能够消除往昔所造的恶业，我们能够反观自心，我们能够反省自己在过去世所犯下的怨债。透过这些种种，我们都能够了解到佛法当佛语当中的真实谛。就如同此譬喻一般，那么虽然身处在监狱当中，但是为什么有些人会感受到痛苦，有些人则会因此而获得快乐？这些追根究底都来自于佛语的恩德，因为佛陀的教言使我们了解了因果业力的循环。那佛陀是因何而讲说这些义理呢？是因为佛陀具备了般若波罗蜜多，
由于般若度的关系，佛陀为我们宣说了自他无二的道理，这一点是极为重要的。无始以来的痛苦，全由我的这个概念构筑而成，在自无量心当中也有明确的提到。如果我们想要快乐以及快乐之因，那么只有一种方法，那就是慈爱。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方法。同时，如果我们想要消除痛苦以及痛苦的因，那就需要摒弃我执，因为我执是一切痛苦的根源。在《佛子行37颂》当中也明确提示到，诸佛圆满诸佛源于利他身，无尽痛苦，源于我执。那这此中的意思，大家应该都知晓。那么，在这个世界当中，受苦的人还是极多的，因为他们不能够了解这其中的意义。但是我们要晓得，一朵花会之所以会盛开，全来自于因为它有着都是源自于这朵花的种子，种子有着能够成熟为花朵的潜力，所以，我们最需要守护的、最需要了解的是，我们应当要从苦因跟乐因去着手。这个搭档啊，作为打的真正人，咱们的东西，真正咱们的基本上是整个有的，对嘛的，咱们的东西，一切没法用过有的，这咱们东西咱们拿走，对嘛？这个做他的，这把就进中国，他中国话就把那什么，政治给这算不上属于，就你们把政治人拿走的这里，搞的呢，东西一切没有，把他没他多少年都有的。都做了东西，搞的都上不了当了。都这东西三年没差不了，三年就罢了。人家东西这种错这种做过，大概他就通透些。这是怎么这些吧的，是了。这里没你有的，这东南亚地方成了大沙子的，没什么的。东南亚地方你是没办的，南京你没有下过，没什么。啥利息不低的，利息不低的，南京你没有下过，大点的，利息不低的，大点没你的，怎么这些话没吧？你们就上这吧，这地方呢，吃了他就那个当土里去，那个土里去地方他吧，他从上街过嘛，他吧就上这里去，这肉吧给他不养过的去，那个这不是哪里的去？这这说在咱们没法到那要买的去，一旦过300多了，300的你这就可学着过的去，差不多千块差不多的去。这上我都听就别说，这上我晓得当年，大多数手机都没进去，我这就来是靠来就是靠个来上班的来，来的马上就上班的，当地的中国人，这上班的你就是要来的，都该去那边了。哦，这个说说，就这一千就上班的你就是要来的，等于每份明细人呐，哦，大体上就这个来的，上班的你就干部给我来的。那个上这个来的，那个上这个来的，你去接的哦。上这个来不得，说说让你，你要从这个用呢，你这个干的，上这个干的，上这个干的，把这个吸收，我上去就你这个吸收。你要他们用的是上畜生做人不接送，两样的，就是就上街他就拿不得上这个来，大用的来，咱们人的东西都大用呢，俺们刚才干那么多干的。哦，到三处收割个人也是，第二天让我上街来打麻将，第二天银他别来打，三八的民警工这个样子，让着当地去说那个操作过来，这三五年的稀松散了的呢，哦，真来当个真，打咱们那个农民的上面，农民他这个工作积极了，打农民地方用过来，这来上路要来去，来上班的一定没去上路要来去，来上路要来去。别人民生什么的，别独家就这个有的。民生什么的，你得，你们独生的这里，
你们都是我来江上来的，小姐介绍到我这边，门口到我来是来就联系上了。哦，你娃在西藏小姐介绍来的，身上的一大小姐介绍来的，都在都做都做的小姐介绍来的。哦，你从什么地去？你从什么地来的？给都吃身上一大。哦，学堂生，现在也在学堂生来自三个多是，哦，那张如果上桌了，他都给查查我了。这到了，他们去电话的，哦，民商生这上去了，民康到了，就点情况没吧？哦，对，说说了都没用了，都没就来三个月上去了，这农业的都过了这层了，这里都给用空过嘛那边了，说说到那他个都没用了，哦，那个那个来啥查我来，来啥他上桌要的。这手机他们现在都没有的，上上面去了，这都给冲到了，可是来炸都不要炸着嘞，来都闲不住嘞，大哥闲不住嘞，把这闲不炸过嘞，别提他了，上路当过来是。那么，上述所说的这些道理。并不是要让大家知，让大家想着说我们有，叫做了快乐的因，所以在南瞻部洲，也会非常的快乐，是非常安逸的，并不是这个意思，只要身在南瞻部洲的话，所要遭受的痛苦是无有间断的，但是在轮回当中会遭受到痛苦，这个这件事情是真实并且不会有任何改变的，因此祖师对此也提到，我们现在所任何的遭受任何的显现都是源于我们的自心，而这些自心指的就是我们过去所造的因，所以现在显现出这样的果。对于我们一般的凡夫众生而言，我们有着双眼，而这样的双眼正恰好能够让我们看清因果业力的循环道理，而真实了知实相的本尊则有着第三只眼，这个第三只眼就是智慧眼。透过智慧眼，他们能够无碍的通达生意力的道理。然而，透过凡夫的双眼，即便是只有知晓因果业力，也能够借此原理晓得如何投身到三善处，进而获得究竟的佛果。如果我们能够由于知晓因果业力而摒除痛苦的因，这样我们就能够避免转生到三恶处，而让我们转生在三善处，这是短暂的利益。那么透过持守乐因，也就是慈爱之心，我们就能够慢慢的增上，最后究竟到达正悟。那么这样的慈爱之心，我们应该要如何升起？如何守护呢？升起的方法刚才已经提到，而守护的方法则需要透过安忍的波罗蜜多来加以持守。就像我们无始以来的心已经由于我执与烦恼等等的缘故变得极为僵化，而这样的心需要透过慈爱来溶解。水和冰块的本质是一样的，但是因为不同的环境，所以产生了液态与固态的形式，而造就这些冰块使我们的液态的心僵化的原因在于其
种叫根源，也就是无明。由于无明，我们产生了我执，而这样的我执，造就了这一切。那么，如实的了解快乐与痛苦、苦因、苦果、乐因以及乐果的这些原理的人，就是无碍通达的佛。佛将这些道理都讲述给我们，而透过如何觅求快乐的因，就是菩提心。我们需要像珍宝一样的守护它，在痛苦的轮回当中，我们需要借用慈爱的殊胜潜力，使我们能够最终解脱于轮回。那么如此一来，透过持守慈爱心，我们能够圆满福德的资粮。那这是在行修持佛法的道路上，极为重要的。那么，即便是下堕到三恶道，也不需要因此而气馁，因为三恶道也有它的好处。这个好处是什么呢？借着投身到三恶道，我们能够净除过去所造的恶业。在三恶道受苦的同时，我们过去所造的这些恶业怨债也能够逐渐的消除。这就好比我们要进行手术一样。当我们犯下疾病的时候，我们需要透过手术才能够痊愈。但手术的过程无疑是痛苦的，但为了终究的利益，我们必须要克服这一点。那么，在三恶道的当中，投身到地狱，能够使我们逐渐清除过去是因为嗔心所造的恶业；投身到恶鬼道，能够清除我们过去是因吝啬所造的恶业。而投身到，旁生道则能够清除我们过去是因无明所造的恶业，所以，透过这三恶道，我们能够逐渐的消除过去的种种恶业，所以从另一个层面来看，投身到三圣道，并非是坏事，而是如同药能够使我们痊愈一般的道理。在过去是我们已经造下了恶业，所以要不受恶苦，不受苦果是不可能的。但是透过消除这些恶业，我们最终获得的结果就是遭受这些痛苦，我们所迎接我们所要面对的结果就是能够慢慢的清除这些恶业。他昨晚是这个人呢，他们就交接的，我说难怪他们还和我嘞，他们就交接的，没人不接的。他这个那大人，他们没人投吧，投不到的，再浪费多嘞。妈的，咱们来就啥吧？你呢？俺都忙着上山的嘞。他们就这些人家投的，那人口的投了这个是，你那些的也往那个你再过吧，就是你过来的，啥路东过来的？来就别等我上路东过来，到路东里就电话就上马的，你就得快就过来。等你就去了半个的，让往里去个龙巴里嘛的，等你上里没有嘛的，等你上个都会让人这么多个，电话也让人中国的，再到了他进来，等你做大他当个说上马的，就当南瓜三七八元的东西，南瓜七八元的，一直讲嘛的。那三个内当的了，三个当的，你三个当的内容是呢？这里，这里的人，三个口内当的，就大概把哈过，这内话的都内不叫干的嘛，都内叫干的嘛，这都让着把一把哈过出来，
내는 내륙 도와다 치바코는 매에서 그진 오신이란 데 안가서 난그 생구 내륙도 치바 대는 상지에 대래 대는 다서 상지에 가버래 상지에 시라고 뭐래 최대 상 민지 뭐래 오 드리 세는 상 민지요 요바 대 시래 상 민지 싸치 보여 뭐 하고니 다 유리 상 민지 뭐 때문에 개들라고 요래 개들 가리지 저 밑에 유랑 사보로 사바 사보로 요래 데이터도 하고 꼰조스도 라주를 타거든 없이 데 라주를 창타받게 같이 해. 데 가리 땅에 삼대 공고 삼대 대답 뭐 자고 그러면 이와 체력 탈출에 내면 이제 삼대 이상 다 삼대에서 조각을 타고 이제야 동 대하고서 들이들 멀리서 고쳐 봐래 대부분 들이 따뜻한 라운지 등기 마시는 라왕 미버 등에 송사 들이 까가네 리바사알 미버 맞으러더니 참포라 들이도 왜 가도 빼지 따고 싸고 요래 대 말이 저 미래 말이지 등에 저 라그 더블어지 내가 저 라그 더블어지 라그 더 좋고 대하고 이렇게 이제 뭐 요래더니 대는다 들이 직접 뭐 그랬었는데 들이 레드빌 미시키다는 취사 미지 카다서 보다서 다 취지마다 저 레드빌 하고서는 죽었다 때 하고래지 하고로 때리 동단 동단도 좀 이제 동반이서 그래 때 동반이 나비 엄마도 왔다 동반이는 저거 말이 좀제 기침 뭐요 좀제는 임피 적사지 임피로는 롱송 들이 니가 좀 이제 통한데 삼태가들이 삼 저거 당시 대사로 딴 거래지 너희 동지에 지금 나한테는 유목을 내리래. 랑크 나한테는 유목을 내리래. 그럼 미직, 니가 직장을 주, 세우는, 가다다 5조지, 낭송, 빼대다가 되는, 오, 제 레이스 말이지. 다다가 무슨 니가 가는 미장. 대다가 싸우는데, 니가 걸어 싸우는 땅은, 니가 너희 랑지, 니가 총들로 그래. 미들로 말이지. 니가 제일 너희 미가 타도, 니는 상류지, 니가 제일 타도, 다, 동네미는 좋고요, 그래. 동네 싸워들이 타는 거래. 너는 싸워도 난디는 타고 그래. 다음에 봐라, 나도 정말. 또 주로는 시기도 다, 까들었더니, 레즈비에 갇혀버렸지. 레즈비에 거라, 시도 싸우면 너는 동네랑 그지, 요리지. 저때 때도 쏘지 말이지. 라는 줄이 세상에서 타도 요지 말이지. 오, 때 막방은 양타, 양도 망바라. 생코는 깨시오 말이지. 때문에 레즈비에 갇히 말이지. 사진이 고방 터물었다. 다 때는 어디 맡아버려 늪대에 싸우면 맡았나 너희 샤이 그래야지 저 강을 뛰는 데 샤이 그래 때로 늪대에 지체 못 지내니 그래서 다 너희의 탐지게 라를 내 작을 요리지 그것도 들이 샤리에 너희는 좋을 말이 오 내 밤 해줬다 그래서 그래서 나 나와 쉬어왔다며 다 때도 잡으면 됐다 그래야지 때탐지로 삼지 좋으래야지 들이 알아서 또들이 내가 이제 때 하고 그러더니 삼태지 다 보자야 귀치 모래 사족생 조를 보지 또 사족생 이런 것도 있을지 내가 뜸지 이런 사족생 것까지 그랬어 너무 뜸지 이런 거 나한테는 유목을 들으래 대신 좋지 좀 귀치 모래 대를 뜨니 대자다 그래서 그런 걸 용어해서 기억하려나 식수는 네가 달리고 오 나 같이 체험하는 거 통이나 제대로 좀 해줘 오 다 같이 이차선을 때 나한테 누가 다 그랬어 애들이 땅도를 도로를 나서 시설로 땅도를 열었지 송지를 쪼그라들이 제일 이봐 열었지 애들이 다다다 내 집으로 쏘는 또다 전부 열에 들이 제일들이 잠이 뛰다가 싸우는 땅을 참아지라는 게 탈통 내부절을 주고 열었지 동네들다 동네 동가들다 내부절을 주고 열었지 동가들 약보를 뛰다가 싸우는 땅 나 들이 계속 그 모양을 주고 열었지 那么在轮回当中有着六道的种种分别，在六道当中，我们如今获得了八有暇与十圆满的这些殊胜功德，那么获得了人生。有些人可能还是会觉得获得人生并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不晓得人生能够带来什么所以会对人生
产生出好像有也可以，没有没有的话，好像也没什么关系的那种态度，但其实不是这样子的，侠满人生在有道是，侠满人生就像船一样，能够让我们到达彼岸，在获得了侠满人生之后，我们日以继夜的。修持日以继夜的行持善法，去除恶法，透过这一点，我们就能够获得快乐的因，并且远离痛苦的果，这一切都在我们手上，我们有着能够自主的权利。片师隆庆让我们像大师曾经说过，三宝的自信，佛的自信是为般若，也就是智慧；法的自信，是为慈爱；而升起的自信是为安忍。透过这三点，在自己的心中意念，并且。依照这样的道理去持守的话，终究能够获得快乐的因。对此，祖师吉天颂公也讲到，所有的一切快乐与以及痛苦都源于因果。有了这样的因，必然会遭受到这样的果。所以。要去谨慎的思维是有其必要的。那么，如果了解到上述的这些义理的话，就能够晓得在佛子行当中有提到，即便我们没有任何的过患，别人也要来夺取我们的生命，来断我的头颅。那么，即便是这样子，我仍然。不会对他产生任何的嗔念，因为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当我们晓得了我们所受的一切苦都源自于，我们过去所造的恶因的话，就能够晓得，即便是别人对我们加以伤害，也过错也不在他人。我们之所以会受苦，是因为我们过去的行为所导致的。那么，有了这样的想法，以正确的知见来承受这些痛苦的话，即便我们的痛苦没有办法短暂时间没有办法消除，也会逐渐的减轻。最终从痛苦的。深渊当中解脱，所以这边要讲到的是，如果我们想要远离痛苦的话，就需要知道痛苦的根源，要就近的从痛苦的根源脱离，才是最重要的。在此时所遇到的这些事物，如果我们不能够从让自己的心绪当中从这些烦恼和脱离，不去了解其中的意义的话，那么我们如果心中还带有着烦恼，以后要遭受痛苦的苦果是免不了的，所以要对因果业力有深。坚深的信心。那么，了解到这一点，同时看到现在有许多的众生、许多的人正在因为疫情而饱受痛苦。借由上述的这些道理，我们能够知道，他人之所以会遭受痛苦，也是源于他们过去所造的恶因，因为无明，他们不知晓。这些道理，但是也无法从痛苦当中解脱。他们此时，所造的恶业，未来也必然将遭受到苦果。
因此我们对他人产生出极大的慈悲之心。那么，并且要尽可能的对他人升起慈爱之心，想办法去利益他。那么，无论是自他、合者，遇到这样的疫情而罹患疫病的话，也不要因此而气馁。当我们患得这样的疫病的时候，当然可以从一些想办法去脱离这个痛苦，但是我们要对于因果业力有信心。今天我们仅仅只是受到疫病的痛苦也好，或者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即将要死亡，即便是遇到这样的生死的关头，我们也要不忘过去的所听闻的这些法当中所要带给我们的所要让我们知晓的道理，心怀着即便我今天死亡的话，也会因为我过去曾经祈祷过杜母，所以杜母一定会来救护我们的。那么在死亡的关头，我们也可以透过一些方法来求解脱。那有什么样的方法呢？在过去曾经分享给各位的见解脱，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如果我们能够加以运用这些善巧与方便的话，我们即便短暂时间无法从病苦当中解脱，但是从究竟而言的话，我们也会逐渐的消除这些恶业，并就近的能够从痛苦的深渊当中解脱。你这个大家，这国家也就国家，像有那个，这国家也国，国家是吧？这领导的话可真的，我们台湾的，这人家民生那个就说，少些、多些，这个从哪个的？这边也这种大现象，咱们这个种大他们这个国家就是，都是忙不了。这看里这里，国家的领导啊的。네, 저거 저 뒤에서 본게 답주 본거 같이 보면 나서 오늘 출근 시선 밥에 내륙대인지 생도 내륙대 막 제가 데리고 온줄 봐요. 생도 내륙도 오는데니 그럼 지금 오신 양에서 오늘 내륙도는 지방공을 매일 쏘는 말이 족지도도 지방공을 매일 쏘는 말이지 석지도도 지방공을 매일 쏘는 말이지 내륙지 봐도 들리다가 출근 시선 밥에 내륙도는 저 뒤에서 본 거서 봐. 디스톤 이렇게 치고 내륙대는 다 라랑 소치 쳐고 머리 석치 녹치들 가시를 다 짜치 머리 이제 서로 파로 요래 내륙들 오 라게 내륙 라게 대리랑 똑같이 이제 그래서 말해 이때 내륙지 와 가리들랑 세면 내륙대 내륙대 대리 것도 좀 보는 나서 말인데 이제 깨 란인 대리 이성 이제 깨때 가리 또 잡을는 것도 로그리 가리 참아 로그들은 좋아요래 중요한 데니가 록스라고 요래. 록스와서 가족 삶을 당시. 록스와서 만난 강을 요래. 니 때문에 너는 나팔을 록스로 되니 내가 책으로 요래. 야, 따도야 요래. 통야 요래. 때 가도 너도 요 말이지. 찾대 요래. 용화가에 가면 아니지. 찾대. 그때 통주주의를 이전에 대봐요. 세금 내려도 사지 좀 되지. 죽을 염주면은 나들이. 나, 쌈, 뮤미시라 팔아서. 아니, 写呀，要么也是，要么有过，要么没得写。你把它有没进写呀，我也是，对不对了？这有的嘞，我们打娃的有爸妈的，没爸妈的，这有的没娃的。这都听内容对了，听啷个啷个出来七八七的，啷个内容对呢？这里看嘞，打七年他嘞，有爸打过他嘞，对吧？没爸七个他嘞，咋娃的？딱 챙기 주고 욕뭐 텁사 들려고 사지 왔다 그래 데렸다 그래 나도 승 내려올 다 그래 데 가래 데로 빠크 사실 강감하면서 띠양 뭐 챙을 라도 줄었어 주 쌈노 강에 맞다고 태가 라도 챙을 쳤다고
没钱的人，我是把这家里头都打的。对对呢，让你们那块到吃着药嘞，打起了东巴子，我东巴子，让你咋的少吸气是吧？这个我打东巴那块到个嘞，啥么子嘞？这这哪里就有没得了？这里有没得就有呀？没没，哪个哈过？你这趁那块到个嘞送，别个这里没哪里别送嘞，趁那块到个这哈过呢？再出个龙头就把人着。现在南瓜切面，煮个龙头就把，你煮个锅子，煮个锅子上不拉手吧？这到底火的热这个它的，这现在的到了，这内陆的通了，搞一片个的，你通了，哪里你们都是，变了卡巴尼了，卡巴尼的，那落的就完了，这下可能咱们那个落的就完了，这搞的他妈吃的都是。这煮个南瓜到这瓜干哈过，这让个身体吃不吃着嘞？吃个南瓜吃嘛，我们也吃着要嘞。这吃着嘛，这是内陆通啊的。我当年吃南瓜到嘞，就让个踏出来，这大白踏出把嘞说，这这个样子样子，这通通个要嘞，要那多个这个嘞，那多个嘞，没那里别送嘞。先进第二，接完名去，接完名对。这话送了我几年你说哦到城门里去搞来了要么在我那里要么我那里来要那多查查那上过来这那多了这过来那多搞来就是那路打过来去那路对了但是从那没走过来去是那块到那查着来那多你们搞来查过来那路通上那路怎么对了这里让你一个查出来就让你查过来对了可能这里就咋着了，就咋说了那么多因素，没那里的生意在给结果的，他们生了中国本来的药嘞。但我现在这里接完没接上了，我的因素，我这个内里是，那个内买的是，这种老多来的。可能这里就咋着了，我到底，我到底我内里的，我内里呢，我这上不来是，这过去，我这都家是没过的，这恰当你咋，这你说的这可能这里。可不仅仅那多了，送送电送过来，可不仅仅就咋吃就咋送了那么多银子。当我现在天气这样，没这样送了我的银子，生活了我不他们现在起码的吃吧，那的容易到今年他的吃不成。对，哦，他这里就我来买的时候，他这那么多了，那么多这里就恰当可拉送来一种，一吃一点就都过程上不通，我们那这这这我们家就被骗过来，这这个这的啦。甚至是你第二没把这个打个人的打过来去，那么多这不急嘛，就没人忙不人嘛，说这个的人的，甚至成了爹呢，那么多没个成，爹下苦从了，爹让人下苦了，都捏了下苦了去。那么接下来有片刻，让我们禅修的机会。那么在不论是在教研或者是教证二法当中，不同的宗趣都有其禅修的方法。然而这当中我们可以引用吉田松公对此的说明。吉田松公祖师曾说过，如果了解自信的话，就这个就称之为如果能够了解自信的话，就是禅修所要我们禅修所要达到的目的。片之龙泉良教大师也说过，如果能够通晓自信，我们就是法身了。这一点尤其重要。龙泉木良将大师并没有说，当我们通晓大手印就是法身，也没有说当我们通晓大圆满就是法身，而是当我们通晓自信即是法身。而这样的现象是我们需要去留意的。在普贤王如来祈愿文当中有一句一机二道成恶果，所谓的
印象或者是自信，本然的状态，就是这里面所指的以及。那么，我们加以隐喻来理解的话，就是在世界上有许多机械都需要透过电力才能够运行，而所有的电器所使用的电力都是一样的，并没有自他相异的差别。在了解本人的性向这一点上，如果稍微解释的话，就是它既非实有，也非空，它是既无有也不是没有的状态。那这样的道理需要自己透过禅修来了解，是无法用语言来诠释的。这样的自信是离去有和无的两个边。那么为此，伊鲁巴祖师也曾经说过，如何去通达这些义理，如何去了解一切事物的自性，本然的性相，这需要仰赖我们向内观察自己的内心。那么这一切都是离去语言的诠释的。即使我们的心是与外在的虚空是没有分别的，但因为我们无始以来的习气，我们会习惯性的认为，我的这个概念是实有的，并且会产生出，贪着的心，会觉得，我会有感受，这些感受是真实的，所以我执着为有。但是事实上，我们的心，与外在的虚空周边一切处是没有任何的差别的。那毗卢遮那尊者对此也表示到，当我们能够知道心与虚空的关联，或者是心与虚空相同的地方，就是法身了。而这个时候，我们所指的我的这个概念，与刚才世间上，为了机械运行而使用的电力是没有差别的。电力不管存在于任何的机械里面，它都是一样的，没有任何的差别。而我们也是一样，虽然外在的形象看来是有自他相异的差别，但是我们终究，是与虚空无别的。他人的这个我的概念与我们自己我的这个概念是没有任何差别，其实都是一样的。那么，如果逐渐的透过禅修的话，我们慢慢的了解到心与虚空是没有分别的话，了解这样的状态，融入这样的状态，就称之为法身。当然，在禅修的过程当中，或多或少会产生一些念头，但我们不应该去追逐这样的念头。可能会升起，那我的心到底是有还是没有？这样的念头，我们也应该要摒除。对此，如果我们能够安住在本然的状态，就能够看到实相。对此，弥勒日巴尊者也说道，在《十万道歌集》当中有很重要的两句，这两句所要指的意思是，轮回的性相是脱离善根的，是与善根是相异，是分别的。那么，如果我们落入于轮回法的话，就会逐渐流转于轮回，
那这与我们所要追求的目的是截然相反的。这两句，大家可以去看一看，然后稍微思考其中的含义。我想把它搞到，我搞到，我们也搞到，打日本人，是不是？生我就搞到打，我想把这个打过来去。当我们一直以来有我的这个概念，大家在禅修的时候会去思维我在哪里，我的这个概念从何而来，我们可以去向内观。这个大家呢，没过松是，不是没过松就过松嘞？我就过松过松，那没过松，就六个过嘞，六个第三个嘞，三块的都六，看到我就嘞，六个多看那就多三出八嘞，六那个没有下过嘞，他三块去三点块嘞就打得了点，你哪块他会差着过嘞？这个东巴的，这是我哈国的沙巴的，这东宋就给。那么待会会敲响这个钵，那在敲响的时候，大家可能会以为有听到这样的声音。当我们询问彼此的时候，大家都会认同我有听到那个声音。但听到那个声音的是我自己，还是由我的身体去听到的？虽然我们能够感知到的是心，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去反问自己：心在何处？如果我们说是身体看到，身体所听闻到，那身体不过就像是一个空壳的空房而已。那此时我们能够思维，真实听到这个声音，它来自于哪里？而听到这个声音的我又从何而来？现在处于何处？啥东宋玉的宋玉搞的这个，啥东嘛你看看嘛的是，啥嘛可能南京东嘛的，南京东嘛像新哈重庆新区七八十号的，这可能我东嘛的是，东嘛偏南块的，哦，西南块到的，弄了这里，西南块到哈工这里，哈工有的是。那么，当了解到空是什么的时候，即称为明。而空和明这两者是相运的，是一体，是不分的。那空是我们所了知到的空是没有，是一般的世俗语言可能会用虚无来称，但是我们所谓的空是没有自信的，而这样的空，当我们了解的时候，就称之为明。而这样的明与空是一体的，是没有相异的。Thank you.
接下来由上师带领我们念诵愿文，因为在 Zoom 的会议室上无法以藏文和中文一起合诵，因此这一次将全程由上师领诵藏文，是属于殊胜的机缘。但上师一直希望大家能够知晓、了解愿文中的含义，所以待会会在 Zoom 同时放上愿文的字幕，其中包含藏音与汉文的翻译，请大家以画面上显示的中文字幕跟随上师念诵愿文。大家不讲嘞，我他就说上七八的男生会有嘞，然后老的这几个有嘞，这几天怕这几个把这压下了，这压他娘的，他就怕没娘多么沉重要嘞，那多他这待着的，吃到那边的，这里让吃上多少岁了的，这里那多个方面啊的，让吃上多的。那么在刚才敲响钵盂的声响，在一开始听到的时候，会吸引我们，我们会将专注力放在声音上面，伴随着声音渐渐的平息消融，会进入渐渐的，我们的专注力也会随着消失的声音，沉浸在当中。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的念头和我们的心就会变得极为清明。那么，平时在心中所起的这些念头，也会像无浪的湖面般的清明。那这就是指在自显自己脱的意思，在自己的形象慢慢平息之后，就能够看到实相。将你人民光照在万生，解放干净公布今日日，解脱卓玛格热贝玛哟，娑婆娑陀当下济公，摩那雅僧伽巴僧揭罗，耶德卓那三藐罗哇当。三藏中啊，诸佛为觉境界，阿弥陀为灭所大愿力，萨勒迦多那所教为者，萨埵提多罗耶玛陀族，迦叶门如藏林萨埵提，萨埵门如云为来。他有这个人用去接瓜当，接把这那些人他妈说，咱们做的奴才人大大，有这些情节你就直接，马上们民主把他打给，娱乐上就先叫人不接，俺给今天奴才上就这。面对三百生当地来讲，咱们稍微得几把斤角，三姐怎么大姐也来说，大孙叫我姐姐的面对，况且给我咋我扛起当，老家老三郎把个问题，说他们不这不这姐姐。说他们不知不知觉觉，说他们不知不知觉觉。身体内吧，心内吧，你的内来太觉觉，若问内那嘛里吧，大能中啊没把手。
Saktoin valloin jäviä jäävoitoin. Tiedon kaipaisan那么在上一段愿文，当我们念完六字大明咒之后，有写着“愿我迅速以此善成就观音自在意”。那此时的观音，这边指的是，愿我能够成就观音自在，同时愿观音能够周遍一切一切世间。以此来能够饶益有情。这个就跟咱话到大块吃药那样，这一季这个当年你一样便宜着，今天这个上季这个吃药嘞，特别是今天是没办法的，这神经上季都能通个哟，这真大嘞。那么，我们其实一般都晓得。不论是听闻或者是在经文当中所看到法身周遍一切世间，那同时，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观世音菩萨的慈爱也是遍满一切世间的。然而，我们如果是以世俗的这种概念来看的话，会觉得，哎，是观世音是看到世间的众生，或者是以。观世音是否有看到世间众生的苦难？但，我们仍然是以世间的角度去观待这件事情，那这当中就带有着我的概念在其中。对对，这个出国的南瓜就是吃这个哈狗肉的，这个上街这个吃这个哈狗肉嘛的，这个再话经营的呢，哦，他他妈这里买个不是这样的，今天就比他牛吃的我哈狗多的，特别是买个吃的猪肉的，懂得。那么，就像是法身周遍一切世间，观音菩萨，观世音菩萨的慈悲也是遍满一切虚空的，是无所不在。那么，在观世音菩萨祈愿文的第三句，原先它的字序是另外一句，但是因为其实
观世音菩萨的慈悲是周遍一切世间的，所以我将它改成，具足悲心遍满如虚空。那这边所代表的含义，其实就是，就如同法身周遍一切处，观世音菩萨对于一切众生，他所关待的，也是像母亲一样，无时无刻的都在，怀爱，所有的一切众生，是从未间恒常，并且从未间断的，所以在这边也是改为周心遍满，一切虚空。三就三就人波揭，摩揭巴那揭揭揭，揭波那摩诃波央，空灵空者被我住。上这的，那个他这个他是目前基本上这的，所以说他就是有三分的见呢。他天那个那里背诵那么不套诵的，那个写嘛不套诵，上这都搞公事过来。上这的说他就是上这见呢，他得弄个这的。暂时与就近的安乐的泉源，也就是它的构成的成因是慈爱。那所以慈爱能够带来快乐。因此，当我们在怀慈爱心的时候，要想着慈爱是非常珍贵的。当我们升起慈爱的时候，要有如同获得珍宝、获得黄金一般的喜悦。要有这样的要有这样的想法，哪怕只是对非常微细的、非常微小的生物升起慈爱心，都要能够有如果获得黄金一般的喜悦感。你这大家看了就不等于去找那么长了等于，被扎起的嘞，稍微被搞我他们放松了。等于我说的，上帝用了他，如果他用了，全部娘子要嘞，从那地方从娘子要你嘛的，你要嘛嘞，过到地方上去的用呢，我说别他你我差的要嘞，上帝没了，如果娘子用了，他用不嘞。再等我说他你要嘞，他妈的，那要嘛嘞的，人家都嘛同样出来看看要嘞的，平常人啊，都是这些的嘞，就这国政嘛，我这样去做，咱这种工作就会，你来给一些人他们忙不上去，只能把他们统计起给人过去，知道吗？那么今天在线上，与大家相会，非常开心。那最后要向所有的一切法友问候吉祥如意。在胜义力的角度而言，我们是从来都没有分离的，是恒常同在。那么在世俗力的角度而言，只要我们内心怀有慈爱心，我们就是在一起的，因为我们的心念是相同。那如果我们心中没有怀慈爱心的话，我们的外在的色身虽然是在一起，但是我们的心意无法相通，所以换言之，也是分离的。那么虽然我们都了解上述的这些义理，但看到彼此的面容，仍然会感到欢喜。那么在此也向诸位献上吉祥的问候。那同时最后也要谢谢主办单位能够筹办这一次的法会，借此能够让普罗大众都能够受益。谢谢大家辛苦了。讲的多嘛，就是跑的从大几步来，上级技术最嘛，初级是最嘛，跟最技术最嘛的，这望见上真级技真术，这师上傅级立纯跑净的，心。哦，初级是什么？俺上级就叫讲的多嘛，学的，俺上女级过来，是初级是最嘛的，跟最技术最嘛。
nga ki lam zambo che go re te nga ta bi do ba shi yo re nga sa je di do re sa je por no to go yo re e nga chu lam zambo che go re se ji sa te go re sa je te te ge du ji se te ma te to cho se te cha ji se te ba po de te ni ji na lu ma de te so lam to thong lu ko de bi ba te ni e da te ni do por de ta che go re e na mo je 不好意思，请大家安静，请丽宇翻译。刚才仁波切所说的，来，请翻译。不好意思，可能前半段有听得不是很清楚，但是大意大概是这样子的。 仁波切刚才向各位指着手上的钵，那指着钵说道：“钵有着广大的功德利益，透过钵在享用茶水的时候，我们能够随念三宝。随念三宝什么呢？首先，我们意念佛的功德，因为在2500多年前。” 是，释迦牟尼佛首先使用了此钵，作为化缘与食用的器具。那么，就是有了这样的习俗，就是随念佛世尊的功德。那么，随念法的功德在于，佛陀传授了我们，传授我们离苦得乐的正法。 透过法，我们能够使自己与所有的一切有情都能够解脱轮回之苦。那么法所要传递给我们的，就是传递给我们的核心价值就是爱，慈爱本身，这是意念法。那么意念僧是指我作为僧伽的一份子。 我将使用此钵延续佛的传承以及这样的习俗，透过此钵受用茶水，以此来提醒自己是僧伽的一份子。那么僧伽的功德利益在于。 具备了安忍的波罗蜜多，以安忍波罗蜜多来持守正法，也就是慈爱，如此来随念三宝的功德利益。那么透过钵盂来化缘的话，也使得布施的人与化缘者两者都能够累积资粮。 谢谢你们，龙来，谢谢仁波切，谢谢，谢谢，谢谢仁波切，谢谢，波切龙来，波切谢谢，感谢，感恩，感恩切，啊，Thank you, Christina. Thank you for accepting such urgent request. So we can have blissful teaching and from Gautier Rinpoche. Thank you, Ina, for English translation that will release to public later. Thank you, Billy. Thank you for providing wonderful live stream. Thank you, everyone. Thank you, Rinpoche. Rinpoche, 长久住世, 长展法轮. Rinpoche, 谢谢, Rinpoche. Rinpoche, 谢谢, long life. 感恩 Rinpoche. 谢谢 Rinpoche. 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期待下次与上师在线上相会，并且一起禅修。最后，我们以四句偈来做回向。今日法会圆满，谢谢大家。